我是马来西亚的华裔福建人，然后其实今天来到这里，其实特别的感觉特别奇怪，因为从小到学福建话，然后也福建，然后呢，没有想到第一次来这里是这种以这种形式，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自己感到骄傲，然后呢，就还是很谢谢你们，然后想说就是人和人之间不能一直做比较，然后我觉得做好自己就好，路还很长，然后我们一起走下去。